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我今天呢，想要简单的分享一个音给大家。这音听起来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呢，把它融入到一个段子里面试看看。好，那这个声音呢，很简单，它只要几个要领就可以学会。第一个是按鼓。这个按鼓，那再呢是要把你的按鼓的共鸣呢往鼻腔上面移，然后呢，再我们要把牙齿呢来摆盘一下，摆在哪里？摆在你的下嘴唇这里，这样咬着。那之后呢，有一个往内吸的一个感觉的这种感觉，那但不是这么强烈啊，就是一个把空气往内吸的感觉。那我们把这些要领呢 remix 一下。然后把你的鼻音拿掉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吸吐，就是一个吸气的感觉，往内吸。它是利用你的按鼓呢，瞬间制造出的一种吸力，而不是用肺去呼吸，肺去吸是这样，那按鼓去吸是这样。它只有一下子，也是很短促强烈的。那这个共鸣点呢，就是你的牙上排牙齿呢，门牙你要去在你的下嘴唇做一个前后，你去找出一个自己听起来最爽最舒服的声音。因为有些地方可能吸就摩擦不出这种声音，所以呢要稍微的去钻研一下你的摩擦点，你的G点到底在哪里啊？那就能呢达到这个声音，那你就可以融入到你自己的段子里面，打出一段自己最屌最满意的段子。那我之后呢也会尽量分享一些单音啦，因为点线面嘛，你点呢够好听，线就会够漂亮， solo 起来就是屌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分享呢就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都有所帮助啦。那谢谢各位咯，拜拜。